最烦女友的男闺蜜，什么纯友谊，苏才不信嘞！为了不让她的蓝眼成为我的绿帽，苏有招啊。首先，百闻不如一见，苏会强烈要求见一见女友的男闺蜜。所谓知己知彼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假意请她一起吃个饭，近距离观察她有没有什么不良的想法，是不是和女友过于亲密，有没有调情啥的，顺便捍卫主权，告诉她这是我的女友，没你什么事。高调秀恩爱，低调感情敌啊！给女友的男闺蜜介绍女朋友，试着跟女友说：“你看哈，俺俩这么甜蜜，你闺蜜一直单身，心里应该不好受吧？”我们给他介绍个女朋友吧。一来男闺蜜有了女朋友，就没时间来找苏的女朋友。二来啊，苏还能看清男闺蜜到底啥目的，是不是要挖苏的墙角。同时给女朋友洗脑，告诉她无论何时无论什么话她都可以跟苏说，让她知道苏这个正牌男友才是最能理解她的人。